你有去看过花火吗？印象中没有专门的去看过花火，如果迪士尼算的话，那我应该算是专门去看的花火。但在可能比较幸运的是工作的时候，有看到结尾的时候有一些大收尾，可能会幸运的看到一些花火吧。就有些城市他们跨年的时候会放花火，会再看到一些视频，然后还有一些什么花火大会的一些视频，觉得非常震撼。感觉这首歌的编曲是很有童话感，据说是联想到了小美人鱼的童话故事，是怎么把两个作品联系到一起的？当时我自己听花火这首歌，我就觉得有一种破碎感，然后又有那种美好的童话感，所以我自己脑补的故事可能会是小美人鱼这样一个比较让人有点心碎的一个结局。我觉得花火这首歌它有一点，如果它在响起的时候，它一定是在小美人鱼最后马上要变成泡沫的那一刻去响起的。但是小美人鱼呢，想到的都不会是那些可能不好的结局或者是自己失去的所有东西，而是在想着所有最美好的那一瞬间。那一瞬间就很像花火，它非常灿烂，但是又很短暂。它虽然有一点点哀伤，但是它不悲，所以就是在中间取权衡。也非常开心能够有方晶老师能够做这样一个很有童话感，然后又有破碎感，然后又美好，但是又让人会有一点点伤感的一个版本的花火吧，也希望你们能够喜欢。本期吉吉老师的歌原本还想选哪几首呢？吉吉老师的歌适合的实在是太多了，像天使与海豚，然后像口香糖，是有这么一首歌吧，口香糖太多了，有太多太多了，我都数不清。尤其还你看还有灰姑娘，实在想选的实在太多了。但最后我觉得，因为在时光音乐会前面几集也挑战了很多大家可能更多以前对我有初印象的人不是那么熟悉的风格，到了这一期我听到花火的时候，在想那我为什么不做回自己最舒适的那个声音或者是最舒适的那个风格，反而听完花火之后给了我这样一个勇气吧。我觉得无论大家喜欢，我觉得啊，大家喜欢一个东西肯定不会啊一直会保留着那一下最热情的那一下的喜欢，但是曾经有过最热烈的那一下也是很好的。所以我觉得还是兜兜转转各种风格来来去去，最后非常纠结的还是选择了花火。我觉得这样也可以再把大家可能最初印象的周深带回到大家面前吧。以前有没有经常喜欢唱吉吉老师的歌？吉吉老师的歌一直都是我在各种场合放松的时候，包括拿手机或者在 KTV 或者是在任何地方都会去经常演唱的歌曲。平时会和吉吉老师聊天吗？和老师相处最大的感受是什么？我不是一个很喜欢去打扰别人的人，所以我不太会经常发微信去打扰老师们。但是偶尔就是当我知道吉吉老师就只跟我们一起录六期的时候，我还是会去说一下对吉吉老师的不舍。然后尤其是播到吉吉老师庄主这一期，我就会说啊，离开吉吉老师的地多少多少天。那肯定还是会。然后我从吉吉老师身上其实学习到了很多，我觉得很重要的就是一个放松和松弛。很多时候我们对自己的要求非常严格，我相信你肯定也是，你会希望自己可以做出一些什么所谓的非常大的事情，或者是希望我们自己可以获得认可，或者是我们要卯足劲儿去获得一些所谓的成就。但很多时候我们都把自己压得太紧了，它就会很像那个我们冬天收羽绒服的那个压缩袋，它把里面的空气全部抽空，把它压得非常非常紧的时候，但里面其实已经没有空气可以去呼吸了。但是我从吉吉老师身上去学习到了这样一种松弛的感觉，用放松轻松优雅的态度去面对所有的会遇到的问题，我觉得也是一种以前可能没有想到的一种处理方法。所以我觉得选择花火也是我放松下来去做的一个选择。很多时候放松也许你会有出乎意料的一种状态出现，包括也希望你
现在听到这里的你也可以学会放松，我们也可以优雅地去面对所有的问题。我们不一定要啊，我们要战胜困难，但很多时候我们也要战胜困难，但是我们也可以优雅地战胜困难。哈，哎，也不是很优雅，大概那个意思吧。就我们要学会放松，学会爱自己，享受自己，然后这样才会有更好的状态呀、啊！你一定要啊，一定要爱自己。大家说爱看你穿毛衣，陆可说看上去很温暖，以后会增加这类的穿搭吗？平时换衣服是根据心情还是根据什么来换的？我觉得穿毛衣，每个人穿毛衣都会给人温暖的感觉啊，因为冬天的时候一定要穿毛衣啊。具体会不会增加穿毛衣的频率，那得看天气吧。夏天我就肯定不会穿毛衣，冬天可能就会多一点点。然后平时大家都知道我是一个不是很擅长穿搭的人，然后还是比较喜欢穿一些比较百搭的颜色的衣服。但是现在可能相对来说到秋冬天了，冬天了，穿的衣服可能就裹得厚一点点，就会穿的比较多一点。总不能一个白 T 度过一个冬天，那很可怕。那就有雪花为我穿上一件白 T 吧。我觉得我最近比起全部白 T， 我最近的穿搭还是丰富了很多的。虽然我也经常分不清我第一次参加春晚的彩排照和第二次参加春晚大家拍到我的有什么区别，但那个外套真的很好穿。也好穿的衣服穿不腻啊。如果一不小心哪天还穿到了一些一不小心碰到的比较喜欢的颜色，碰撞出来年轻的我、阳光的我，或者是比较沉稳的我、酷酷的我，那也就算是盲盒吧。那最后祝大家每个人都可以学会让自己放松，然后让我们努力的爱自己，努力的轻松前行，然后我们一起去欣赏那些漂亮的花火，然后都要看事情都要往最好的那面去看吧，然后还是依然是身体健康平平安安的，我们好好的再见面，拜拜。我模仿不来。
吐了。准备了一束花，先拍一个花，然后拍个爱心。啊，拍花啊，拍呀！花，我刚刚不是比花了吗？这样拍啊！我喜欢花，花就是摆着。别挖洞，老是摆这个花。哈哈哈哈哈！摆花，很可爱，又很可爱。好，来准备好。这个机会来。来看我这个位置，来，一、二、三。好，对。我们比个爱心吧，然后谢谢刚刚说的。好，来，一、二、三。准备好，来，一、二、三，好。谢谢老师，谢谢老师，谢谢老师，谢谢。过去，却因你，怎留下？